它的面料就有它自己的特性，就是舒适跟凉感嘛。因为你不能仅仅只是单纯自己的一些创意的发想，你还是要在就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中，然后带入自己的一些设计特质。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这些开发这些布料真的是都很棒，然后自己也会很想要尝试穿着这一些面料的服装，但是就是在一些款式上面的设计，我觉得它可以做更多的变化，是会让消费者会有更多想要穿着它，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也很炎热，那大家讲求一定要舒适，那如果在款就是版型跟款式上的变化，如果可以就是让大家做更多的选择的话，其实是就是会让我们设计师跟消费者其实是会都可以接受的。材质上的话，他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跟机能性还有凉下凉感的布料做结合，那我也有运用到这一次厂商提供的布料，就是凉感的布料，那做我女装以及男装的一些局部拼接的一些布料这样子。设定的主题是时尚，就是佛上班族的，那但就是他的可能大家想说上班族就是比较正式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带入了自己的设计重点，把自己的就是设计特质带入到这一次的设计当中。那在材质上面的话，我是选择比较清透，还有一些比较舒适性的、比较贴身型的材质，跟一些比较硬挺、带点皮革、比较硬挺的布料下去做结合，它会比较有点冲突感，但是就会很有个性，就比较现代的感觉。那希望就是可以强调出，不仅就是只是他能穿出去上班，那还可以很休闲，或是他不单单看起来就是很正式上班族的服装而已，他还可以就是很有自己的个性跟自己的想法，对，是比较现代的感觉，不是就是不要大家都一样。因为平常自己也比较少做机能性的这种材质的面料，然后像有一些弹性的面料的话，其实是因为它还跟一些没有弹性的布料的车缝的话，其实也是蛮新的一种挑战。其实我设计重点还是以剪裁下去做设计，所以在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就是不同材质，在因为我做了很多剪裁上面的变化，那在它就是车缝的话会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就是
必须要去克服的。那在还有它的，因为我选的是比较无色彩的，那在色块跟比例上面的拼接的话，其实也是比较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它我开合的方式都是以拉链还有多变化性的穿搭为设计重点，所以会有一些比较车缝上就是要不要注意，因为它在不同材质跟拉链的结合也是很重要，就是不能让它感觉是很冲很突兀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在一些布料的印花跟它的质感上面可以再做更多不同的发展，其实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会去想要尝试这种布料。因为它第一个它穿着上就是符合大家的需求，就是舒适，那在变化上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做设计的话，那其实是真的是一种很棒的材质，对，也是一种材质跟一种素材可以让我们去做发挥。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棒的设计师，就是大家的想法都很棒。其实现在大家都还蛮提倡就是时尚跟生活的一种美学的态度，那如果可以做更多的结合的话，不仅仅只是服装或是跟建筑或是任何相关产业的设计结合的话，其实都会很棒，对啊。因为像我自己的设计灵感的话，通常也都是从一些摄影还是建筑的一些作品，然后来发挥自己的灵感跟想象，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可以再多提供一些这种平台给设计师做交流的话，其实会对台湾的不管只是服装的产业的话，或是任何设计相关的产业都会有很棒的发展，对，因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很棒的设计师。